近来有点忙，除了工作，就忙着改善屋企的工作空间。屋企好混乱，几乎没有空间和时间整理鱼缸。我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，觉得挺适合喜爱水族者的另外一半参考。内容大概是这样的。每个男人最希望是拥有独处的时间，不是针对女朋友的，是什么人都不要打扰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思考、看鱼、换水、乘机放空，远离生活上的压力，这样的放松很重要，而且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30分钟至到1个钟头就好。并不是说你让他一个人休息，然后又不断地跟他讲嘢，找他做一些琐事，传讯息给他，是要完全忽视他的存在，让他就好像没在地球上存在过一样。亦不要觉得他上班放工搭车的时候已经是独处了，严格来说是他觉得精神放松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独处。男人就是需要无聊一下，掏空脑袋，释出负能量，看看红蝴蝶有没有穿窿，迷蚁有没有呕泡，红宫廷有多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欣赏一下自己的心血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临尾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盏太阳能小夜灯，有光嘅时候佢会吸收能量，当黑暗嘅时候佢就会发光。小夜灯好平，另外一半一定唔会投诉。愿我哋都可以好似小夜灯咁样，为另外一半发光发热啊！